启述第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本身就会一个冇咩特别神俾我哋噶嘛，啊，咁而我相信你更加明白，同埋更加肯定啦，会一个冇咩特别一定系神俾噶啦，系咪？因为当时我 get 到之后，我所讲嘅将来咧。是接近是妄想的嘛，直成你听的时候，你如果一般不信，你会觉得是妄想的嘛，即是我们直接第四五咩特会，就好像乘风，当时我记得好像加成了这个浪潮，我们会承载住我们的嚟紧这个最后的复兴嘛，而第四五咩特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经济转移嘛。即是你们一定学识这样东西，如果你就会错失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经济转移，就是当时几个礼拜当中用亚伯拉罕的饥荒撒种去讲这一点的嘛。咁而事实上亦大家我相信你心知肚明，在当时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建殿的时候。所以没错，这个殿后来都拆了。但是呢，在当时这个建殿个个都撒种先至得到的。你会真的普通教会话得就得啊。所以神冇被破镜冇被破中，因为不是就按你买啦就得。其实当时是饥荒撒种呢，其实是在当时分享的时候是为了建殿。所以讲了之后，个个在经济上又做啦，又撒种啦，又有帮手建殿啦，后来甚至是sacrifice了，在指定日子当中我们拆了它啦。但是那个就留下一个很多其他人没办法去轻易复制到的一次的撒种。当然跟着之后有些人入来的时候，他有他们自己神给他的带领，但 as a whole,当时的我们的整体就只能够用这个方法，先导致一批不配的成千几二千人的人一起可以进入这个最后的经济转移当中，成为 qualified 的一班人。所以变成在一般人来看，建殿就还建殿咯，是不是为了威嘛，为了这些嘛，但其实不是，因为当时神给了这个信息等我们去建殿的。而这个建殿呢，大家都知道建殿建殿嘛，哈该书所讲啊，真正那个殿建立之后才会有世上最大的经济转移，是吗？所以我们就是来建殿的时候讲这样信息，但是历史上当中究竟那个讲的建殿是一个什么角色，是什么，没人知道，但我们经历了。因为只有真正那次建殿，真正哈该书讲的那个建殿才会 cause, 才会引发人类的最大经济转移去转入那间殿的嘛。所以可能大家意想不到，原来历史讲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建殿呢，就是当日我们的建殿，不是第二件事。人类历史没有任何另外一件事呢，是引发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经济转移进入某一个群体。是不是？所以变成如果我们要啊这么小的脑袋，我们怎样推论，怎样理解，当日怎么讲呢，我讲了给你听，你未必信。但是当日我就讲了个 end result,即是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呢，你们会经历到啦。即是如我所讲是妄想啊，简直是妄想。但是当时我们建殿，我都想着啊，可能是人类历史当中很多人为神建殿的其中一个啦，但是原来不是，我们那里所指的那一个哈该书讲的那个呢，就是这个，不是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建殿导致神的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导致金子银子都要允许，而这个重建的殿才是被神认可的殿。事实上现在我们看见当这段时间神不断印证我们就是起了的这个殿，这个殿已经建立完成了。所以层层叠所有事情发生，如果你拉回那条伏线所看，就更加证明当日讲给我听感动我是神。当然现在有很多共同信息更加看到是一日没有偏差，这个就是说你就算作都作不到出来，你一日没有偏差，你的时间你怎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印证，有什么可以印证到，还要指向那人，要讲回那个性质呢。所以你会看到好些第一二三个 momentum 去到第四个 momentum 讲富足的，看落好像是妄想，但是就是真的来自神，而所以你先至要在这么多年之后丁那么多都没偏差，见回当日所那个不可以说预测，那个直接是预言，即是神告诉我你做啦，将来就会有这个了。但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当中几个月就见到，几年见到，因为事实上那个幅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级数，都打得很紧要。即是我们
你想想，我开头想住即是最多顶晒笼呢，我哋嘅思维当然凭信心去做啦，是咪最多嘅思维觉得啊百倍返嚟都望上啦，是咪，但你而家几百倍都只係个开始咋，是咪，即是讲緊嚟緊係过万倍先至係叫做係个终结，即是100个100倍，是100个100倍。咁如果你大家你记得我曾经分享过一篇信息讲100000倍嘅祝福啦，是咪，呢个系启示录里面所讲。咁而家我哋就真係肯定呢捕捉到呢种100000倍祝福，但唔系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就係所罗门示范俾你睇啦。所罗门就係佢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那算什么呢，就是世上很多这些人都可以自夸啦，就算马云啦，就算是标记啊，就算是 Warren Buffett 啊，那些都可以自夸啦，是不是，但现在是讲的有什么人可以能够凭预言，而不是说死赚烂赚，又不用再去读学位，可以使过千人一起富足，即是这个真的是疯狂的嘛，那个真的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嘛，因为很多人就算自己啊去，你只是想想先，你不要讲话过千人，你想想一个人，一个人自己走去买一样东西，买一只股票，很多时候都要挣扎。何况你能够说服成千人走，这个基本上就是前无古人急数的啦，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只有圣安才可以发生得到。即是这个是很，又是另一个创举。但这个创举都真的很大机会是后无来者的了已经。因为那个是真的是要超前先得。而这个好像 Beyond 这种的机会究竟会不会再出现呢，基本上都不可能，因为我们讲的人类历史当中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的这一次见证，这一次是不是，但是将来来紧会又可以出现这样，不可能了，已经 是不可能了。启示录第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每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虽纷纷散聚，多少理性跌碎，哪怕寒风相随，未有疲累，心已靠神闯过废墟，纵经过深夜淌去，持定热诚，终得主赞许，前路尽管疲惫，讲叹句成空虚，沿途热切感谢，沿途中真心赤热言罪，份庆欢欣进取，或许翻海浪天星醉，神伴我闯奇妙生命程序，潮涌潮声唱